我没事。 撞到哪儿了？没事儿，就是磕了一下，不让你别来了吗？我不是没一个人来过医院。现在不一样了。开车的时候突然觉得头晕，然后眼睛就看不清了。我以前也经常头疼，对着屏幕就想吐，当时没当回事儿，就以为自己是熬夜熬痕。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，好客户了没去。你说我会不会？不会。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，先不要自己吓自己。请1087号司机到7号诊室看诊。走吧，看医生怎么说。